Oasis, a book with a compelling and intimate view of the inside world of Hong Kong local artist studios. To order Oasis Volume 1 and 2, call this number.都喺度諗點樣向香港做藝術家啦。而喺香港做藝術家有個特別嘅地方係佢好多時都做好多唔同嘅嘢嘅。有幾個方面啦，有啲人就會唔單止做藝術家啦，就要有嗰陣時係被逼，有陣時係自願，就係做咗好多其他工作啊，做策展人啊，寫嘢啊，做自己嘅創作啊，之類之類啦。 我自己就好似會畫畫啦，咁有時會影相啦，有時會拍片啦，有時會做下誒performance啦。我成日都會做一啲關於本土嘅嘢，本土文化嘅嘢啦。但係咧，我又覺得佢會好有趣地咧，其實佢係相對於全世界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呢個即係一個本土化同一個全球性中間咧，其實係冇矛盾嘅。即係我越講緊本土嘅嘢咧，其實全世界人都會理解到。我相信咧，即係創作或者創意咧，佢唔係真係可以無中生有。 只不過你累積咗幾多，尤其是我喺度話我係要做 research 嚟做作品嘅，其實係你究竟擺咗幾多入去？譬如電影呢個系列都係，我再睇翻原來好幾年前我已經喺我嘅草圖入面有寫過一啲咁嘅嘢，可能最初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我揾翻原來我喺一套戲入面。 睇完之後，我 schedule 寫低咗。我引翻我第一幅畫電影嘅畫係《卧虎藏龍》。其實諗翻點解係《卧虎藏龍》咧，其實都好幾個原因。再睇翻《卧虎藏龍》嘅時候，有好多概念其實翻譯唔到噶嘛。我第一張畫《卧虎藏龍》嘅畫就係講李慕白話要退出江湖。退出江湖呢四個字其實裡面。 你就咁講，你係完全唔會用英文講得明白係咩意思嘅？呢個亦都係我平時諗開嘅，即係究竟你面對住一件作品嘅時候，你點樣去詮釋佢？其實每個人一定有自己嘅一個諗法，係冇人甚至個藝術家本身都冇可能閱讀得翻自己創作嘅時候原本個諗法咁。 我都真係喺度諗，你做創作你可以好享受嘅，或者你甚至可以話好苦惱嘅，你唔知做咗幾次，唔知做到點樣先做得啱，做得好咁樣。我相信我做緊嘅嘢全部都係我自己想做嘅嘢。